秋天到了，不少海鲜控想要吃螃蟹。那像现在呢，我就在连锁吃到饱火锅店呢，桌上这边有干贝、鱿鱼，还有蛋菜、主角三点蟹呢，全部放在这边。那很多民众慕名而来，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怎么说。哎，蛮划算，因为它东西很多啊，对吧？他随便吃个几样，我觉得应该没几次就回本了吧？还可以啊，因为你也不用收，你也不用特别去买，就吃现成的，你就是吸引消费者嘛。这样子，除了这家火锅店呢推出三点蟹吃到饱，也会依照当天提供黄金蟹跟蓝蟹做替换。另外连锁的麻辣火锅店呢，除了同样有推出三点蟹吃到饱的方案，甚至推出限定花蟹吃到饱，不同方案吸引饕客上门吃得过瘾。